黑了，你就直接着了。哎呀，瞧你这个小笑！哎呀，小笑！哎呀，是我，这济南的。我今天没有睡去了，我知道吗？我给我哥吃。哎呀！哎呀！来，这还讲不讲？一句。你看，你硬了吗？硬了吗？吃饭一句。谢谢。我还讲不讲？别整出来了。我手上出血了。刀呀，那个不用去拍了，是那个，还是哪点了？是这个，别整了，要打疫苗了呀。睡都拉屎，别整了，提哪？这是三个落的屎，别整了嘛。我看你手快点，这就是他们。你咋又跟小鸡子干起来了呢？给他们喝水，给他们吃饭，然后我烧在笼子里当家伙。然后我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咬我？然后当时扛着是我，还咬我一次。然后我说那不行，这个行为是不行的。你真说了是。所以就揍他了。没有揍他。教育。唠嗑和他。唠嗑。嗯。然后说下次你那个必须得吃鸡肉。小鸡子要抱，然后我不然。再离那玩意远点，老捅大玩意干啥呀？站长，不高兴，要瘦不给付裤子。给饭都要吗？你明天再收拾他们吧。我不收拾，我就是吃鸡肉，我有四个狗，老饿了，晚饭没有给吃鸡肉。去看看明天。